开始。在这个礼拜，他突然宣布9月9在我们后面看到这个国父纪念馆召开第19届全代会，因为我们发起了9月9万人威胁的行动，他们决定要绕跑了。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的这个绕跑的路跑行动呢，是要讽刺马英九带着他的四大家族，带着刘正宏、张通龙哦，这些垃圾他们绕跑了。所以呢，我们要象征性，我们很多的马英九要一起从国父纪念馆绕跑出去，所以我们举办这个叫做“请靠北，马英九绕跑大赛”。你看我们这种东西，16年前我们的资遣费，老板绕跑，我们跟劳委会要，劳委会先就是代位球场给我们，先15年后找我们要，请了80位律师告我们，你说我们的权益在哪里？下去，我们要记得这些过往的人替我们做的努力，我们要为他们继续好好的活下去，继续好好的斗下去，直到把这个政府、把这个体制搬回来，改正符合人民的需求为止。谢谢大家。政府杀人，人民起，人民起，政府杀人。政府杀人，人民起，人民起。我们过去3年，在台湾过劳死，官方的统计已经有111个人过劳死。我们有111个家庭，在这3年内被这个杀人政权逼死的、操死的。所以，我要来这边帮他说，我们这个台泥的家属呢，他告诉我们。他的先生在台泥工作24年，已经届龄退休，50岁的一个劳动者，为了这个台湾的经济发展拼了一辈子，就要退休了。他在过劳死之前半年内，每个月工作超过96个小时以上。我们的劳动体制就是在这样一个长工时、低工资、高压力的劳动体制之下，把人活活给操死了。核能这个政府，现在国民党政府拥护核能。前几天马英九跟大家说什么？说核四如果不双转，核一就不除役。我跟大家说，在日本的福岛，现在已经很清楚地证明了核能就是一个杀人的武器。不管他过去跟大家说这是什么和平的用途，为了经济发展，很清楚核能的本质就是一个杀人的武器。今天929本来是国民党的19权在这里开会，为什么他今天不在这里开？是因为他怕了，是人民愤怒了。
尤其在今天看到很多人把鞋子捐出来了，我们要用我们的鞋子向这些人丢，让这些政治人物面对鞋子丢的时候赶他下台，好不好？929纪文，为西元2013年9月29日，吾等设立銮礼在此悼念因暴政而消失生命的往生者。大埔阿嬷朱鸿敏，张药房的老板张生文，如今下士洪仲秋，雅化工会的理事长刘鸿仪，雅化的监事杨志明，台泥和尚，成大实习医师林燕婷，宽厂工人有邱和阳、钱台一、叶树、江天后、黄叶社，以及许多十一政府的无道界，没有人知道他姓名的这些做事的方位，我们悲痛的怀想着大埔阿嬷，也应该在他辛勤耕作的一生的大地上面安度他的晚年。张老板也应该陪着他的爱妻，守着他可爱的小小家园，在小镇上面安居生活。退休的老工人们应该不必忧伤他们的棺材本，而陆军下士洪仲秋呢，在他生命才刚刚要展翅飞翔的时候，却面临了无情的被整死了。雅化的理事长还有他的监事，也应该能够继续为工人的权益而继续打拼努力的实习医生，那也可以在他的志愿里面呢来行医，作为他们原本单纯生活的愿望以及平凡的人生当中的追求。但是政府辅导官僚杀人，这些单纯的生活愿望以及平凡的人生追求已经被无能暴虐的政府摧毁，他们的生命在压迫绝望中，或者因为忧郁而自杀，或者因为凝液而被杀害死，或者过度的劳动因而猝然而死，或者在生命的临终仍然面临着遭受到国家恶性的讨债，悲愤离世，呜呼！豺狼当道，政府杀人，人民既然生不得安息，是亦不能得到安息。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举办这一场丧，我们要提出控诉，这些往生者因为错误的政策饱受的家园被拆的痛，被政府控告以及被资本家打压的苦难，他们是被这个政府谋杀的，他们的死是这个国家的耻辱。今天我们在这里为这些亡者道哀悼，他们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伙伴，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在了。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悼念他们生前的样子，悼念他们过去生活上的打拼以及他们在各种生活当中的努力，但是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声音，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那沉重抗议的声音，现在我们用安静的哀默来悼念这些死于暴政、死于私人体制政府的往生者，请大家跟我一起默哀一下。